谢谢朱姐。怎么回事？气色这么差？嗯，涂了层粉底在嘴上，诡计多端。 我看你昨天回来挺晚的，应该是参与了吧？嗯。我后来亮出了伤疤卖惨，好说歹说长篇大论一通才让我参与，但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那你应该回来找我聊聊呀。我没力气了，我就自己哭了一鼻子，然后睡觉。你说我这整天卖惨，跟街边的乞丐有什么不同？当然不同，你是被迫。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同，就是标的物不同，目标人群不同而已。你就是心思太重了。你看阿初，他就想得开，内对自己妈妈严防死守，外对自己爸爸坚决打击。虽然回来了，也肯定会为那些残存的世俗道德谴责的大哭一场，但是第二天就跟没事人一样，给他妈过生日去了。所以我每次见到阿初和珍珍，我都觉得自己不行。 要想他们学习，我太阴暗。但是，真的事到临头，我还是老的那一套。你这不就是钻牛角尖吗？不过我总觉得吧，你是在假装钻牛角尖，自己骗自己。假装钻牛角尖？哎，我昨天初步算了个账，我大学教书的收入虽然不高，但是这些收入足够我生活的。 你再看我《山海经》，虽然只更新了70来篇，而且还是3年打鱼2天晒网的节奏，但是收入你也知道，足够支撑我夏天出国穷游的了。接下来，我打算一边出国去收集资料，一边卖文章还有视频。等我论文有了阶段性的突破之后，我再去申请经费，怎么样？那就干啊！ 既然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了，那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？喜欢就上，能够找到喜欢的事情，才是最难得的。<笑>哎呀，哎，我就知道，你肯定会支持我的。嗯。但是我听说申请经费的门道很多的。 未必真的是看你能够做出什么成果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成果，可就是经费很富裕，人家有依靠。知道。那你还问我？考验我呢？不是。你这个正义美男居然还干这么做的事儿？不是，我想。 我这么大个计划，过程肯定很漫长，我心里难免忐忑。我就是想让你在精神上支持我一下。你觉得真行？行啊。我一个外行人就觉得很有味道哎。我只是想象一下，你之所以会选择17世纪呢？ 是因为交通运输不是那么发达，因此经济影响从码头辐射的速度呢就不会太快，啊，强度应该是快速衰减，那感觉就像是冲击波在比较粘滞的液体里面传递，慢了，范围缩小了，就容易观察解剖了。又好像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将样本冷冻起来。 样本的活性在冷冻的状态下大大降低，那我们就可以捕捉到样本最细微的运作了，是吧？没错，我就是这考虑。好像 Adam Smith 在《国富论》里面提的，用最原本的工厂制造来解释价值创造。这大概就是殊途同归。 要上班了，真的不想起来。1、2、3，哎呀！我已经这样了。啊！哎呀！啊！
人家，你说我这么宏观一个计划，会不会失败？不会等我七老八十了，瘫坐在桌前，看着自己的这些失败研究成果，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一事无成吧？当年那些豪言壮语，就跟打脸似的被人啪啪的挖出来。哎呀，最终啊，只能以失败 loser 盖棺定论。那你就享受过程嘛。我怕我变得很边缘化，这样很不酷。有我这个前车之鉴，你还愁什么呀？你说的想法我都趟过一遍，我早想过，如果这辈子我没有发一篇 CNS 会怎么样？可总是挡不住心里的喜欢，还是选了。还是你觉得我很不酷，很边缘化？嗨，吃了吗你呢？啊 ，David 早上来的，琪琪也看到了。你别想歪啊，他真的没有在这过夜。我在这过夜怎么着了？埋汰你了？是我不好。好，你很好。红红不走啊？我不当电灯泡。他知道风露清禅是你的情况下，还在刀刀见血的公开的骂你，事后跟没事人似的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最起劲的围观来嘲笑你的，看你笑话的，那就是他了。都是你，害我到今天都不好意思见何敏红，而且你们一个两个都不顾我的面子攻击我的朋友。我又不是我主动攻击他，那既然他主动，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写手，有名誉要维护吧。事关我的门面，我不反击怎么行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与你的名声无关，我就算是公开身份让他知道我就是《山海记》的作者，我照样得骂回去。没有不让你反击，只是你火力太大，言语的侮辱性太重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这不迫不得已吗？我一个野鸡写手，又不懂科班出身文学理论那一套，与何敏红正面辩驳，那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，阿拉的脑子瓦的了，哼！我出了剑道偏锋，还能怎么着？反正都不生气。我生气了啊！David 啊，你呢？即使一辈子好手穷尽，也一定是最帅的酸顶。什么？我都不担心你，你焦虑个什么呀？你性格摆在这儿，老板有请。谢谢。我如果真的决定去做17世纪航海经济研究的话，那我势必没有办法成为人们普遍心中那种精英，
或者成功人士的形象，甚至我爸妈也有可能竭力的去反对我。可我就是想做，啊，而且我必须去做。当初我对实习设计航海经济研究有兴趣的时候，我贸然的写下了返海记。我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刻画着我的梦想，可是我现在越发的觉得，小说这个框已经容不下我的研究、我的理想和我认知了。我想更进一步。天真，有你支持我，我心里有底了。你可以试着跟你爸妈去商量一下的。你看我当年呢，为了理想热血沸腾的想改专业的时候呢，也是满心忐忑的，怕我爸妈反对。结果呢，我爸妈很支持的。我爸说呀，连他自己都不喜欢他的工作，当然不会要求我去继承什么口蹄事业。反而呢，他已经攒下了够我两辈子的花用了，所以呢，我只管开开心心的去实现理想就好了。我觉得你爸妈应该也差不多。我不行，我辞职改教书这事儿，我爸妈差点跟我断绝关系了。照我妈的话说，我现在就是家里边唯一一个她值得留恋的东西。再这么气她，她会觉得这日子没法过。那这个只能她自己去消化吧。成年人怎么能指望别人而活呢？今天阳光明媚的回乡话，我掐指一算，应该是有好事要发生。今天发工资啊？朱姐最了解我。哎呀，我今天都没法安心上班了，我得时时刻刻查银行卡余额有没有变。原来你们拉我进这个群就是为了刺激我。等会儿周一例会，二组肯定要跟我们吵架。陈长生，是你打头阵还是我打头阵？你。行，我就当仁不让了。周六周日两天都在家，把这个又做了一个优化，重点都用红线圈起来了，还有20分钟开会，你赶紧看一下。嗯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陈教授，浩子怎么了？周末他爸来我们那儿。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，并表示到，如果这事儿定下来了，直接开始准备他婚房的首付款。头脑一热把你给供出来了，一家三口，当场开始一个视频会议，我没资格参加，后面具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就这样。你干嘛去啊？开会啊。这房子多不好。就是啊。方总，真没想到。进。季总，这个是根据昨天客人的疑问我赶出来的修正方案，但是比较仓促，所以肯定有一些考虑不太周到的地方。行，我马上看一下。那10点客人到了吧？你让各部门准备一下接待工作。嗯，好。注意休息啊，脸色不好。Lucy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是不是大家在背后议论我？就是这事儿啊。那帮程序员不知道从哪儿套了一个传闻，说什么你放荡不羁，涉嫌心肠。
先勾引李爹，又勾引那个李儿子，然后骗钱不成，又设计陷害他们父子俩，现在还在牢里坐着呢。啊，我当然是不会相信这种传闻的，这都是造谣。我知道肯定是造谣啊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三人成虎这句话是万古不变的真理，那什么谣言止于智者，那都是屁话，赶紧辟谣，千万别拖到三人成虎啊。嗯。感谢你为我们这几个女业务员争取来的平等待遇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去吧，一会儿我在后边给你推不出来。郭律师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份调查的真伪。工资到账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月奖金会不会比上个月多哎。嗨，前两个月奖金多是因为装了马桶法兰。咱们部门都不知道增加多少工作量了。你知道当时朱经理为了替我们多争取奖金，提奖金最佳方式是客房率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，让客人宾至如归。朱经理，505客人投诉了。他说他预定的是高层无烟房，但结果给到他的是一股有烟味的低层。他跟前台要求更换，可前台说暂时没有高层无烟房，会帮他留意。他直接出门了，要我们给出回复。书面给前厅发函，告知客人要求，写上客人再次要求，请务必审慎对待。可我听五楼领班说，这客人文文气气的，说话做事都很有教养，恐怕是他们前台在欺负人吧。我们做我们分内的事儿。你去把客人入住时，有几间同级别高层无烟空房，有几间刚退掉但没有及时打扫出来的同级别高层无烟空房，以及有几间同级别高层无烟空房的预定，数字都摘出来备用。是不是？哎呀，主要是他们前厅太讨厌了，每次在食堂吃饭，就他们部门最旁若无人。那我现在就去。如薇，你太强了，收下我的膝盖。啊，这有什么呢？反正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我一个最底层的技术员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可是你没必要这么糟践自己，你有的是实力，何必装傻充愣呢？我如果不装傻充愣，非要跟人正面对掐，最后引得人家拿我的家庭背景骂上来的时候，只会更难听，更糟践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多了，事情不是你想那样子的。不管是什么样子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爸妈没有要嫌弃你的意思。嫌弃我也正常。钟鹏浩，你也认真听听我的内心想法。我家有个那样的爸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我也不想，我已经够冤了。我家里的爸像黑洞一样，浑身都是负能量。还有一个需要我死命拽出黑洞的妈，我现在已经是浑身压满负担的骆驼，已经经不起再一根稻草的分量了。所以你看。我拒绝你的原因完全不掺杂一丝的风花雪月，完全事关我的生存。好了，今天工资到账，我爸欠你的1000块钱转给你。
总算又解决了一个追求者。你不打算结婚了呀？不打算，除非追我的人不用担心他拖我的后腿。耗子确实是个好人，但也确实会拖你后腿。还是手磨的好喝，等下班回家我给你弄一杯。都是兄弟，没必要处得这么膈应，不行就继续当朋友呗。有些话说都说了，他还能像以前一样当朋友吗？人鱼朱辉多大度多敞亮，直接跟你开诚布公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你要不甘心，你先想想你爸妈那边你怎么说，你总得说服你爸妈吧，也不能两条路都堵上。你们都误会了，我爸妈没有嫌弃阿初的意思，他们反而很鼓励我去追求的。啊？我爸妈说，如果阿初真像我说的那样，那反而证明她是个好女孩。虽然家里父亲不靠谱，但证明她有担当。如果未来我们两个能在一起的话，那他就是一家人，而且未来也是我们两个关起门来过日子。大家本来就是同专业的，又在一个公司上班这么久，相互知根知底，如果有什么矛盾也很好解决。总之就是非常支持我。那你倒是追啊。我不会追啊。前几次我送水杯送花，我刚刚有所表示，他马上就很严肃很认真地跟我谈话。还有上次他爸爸来公司闹，也是一副不用人管的样子。还有刚才话都没准备说出口呢，他就拿家里的事儿出来说事儿。哎，你说他到底是因为怕家里的事连累我，还是真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？现在也怕我说错话惹他不高兴，然后也怕咱们现在原本和谐的工作氛围因为我贸然示爱而被打破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觉得啊，咱俩都算了解他，他应该就是怕连累你，所以既然他现在是这个态度，我也还没准备好，那就等等。总之不管他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不是有句话说了吗？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，总有一天他会看到我的真心。行，你打住吧啊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你快酸死我。我说我不会追女孩。我年轻时候还想着友情饮水饱，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，等大学一毕业第一个男朋友分手，就认定以后只能找个不怕我拖后腿的人。到今天吧，我更务实了，对方能不拖我后腿我就可以考虑，可要么人家怕我拖后腿，要么人家会拖我后腿，以及人家条件好好的能不怕主动被拖后腿的，何必老受星吃砒霜，活得不耐烦找我这么个大麻烦。阿初啊，买猪看圈呀，我觉得你还是得从根本上解决你爸爸这个大问题才行。我爸已经本性难移，我妈一提离婚就跟天塌下来一样，宁可被家暴死也不愿离婚，我又不舍得放弃挽救我妈，这就形成一个结结实实的闭环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我是光棍惯了，都忘了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儿，而是两家人的事儿。哎妈，我狭隘了，我只要自身够强大，谁还看得见我身后的家庭？把所有问题都化成钱能解决的问题，想简单了，有个词叫欲壑难填。我前面那句话其实是我忽然醒悟过来，何敏红突然被七木追求，可能需要从七木的家庭找线索。朱姐，你该不会是放不下七木吧？喂，
有个八卦求揭秘啊，你还记得青木吗？对，就是那个小青豆，现在已经是精明不外露了呀。你们酒店一直跟他们公司有合作，你帮我仔细打听一下，他去年为什么离婚啊？什么？哦，难怪啊。多谢啊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刚打听到了，七木离婚原因是他有一个老年痴呆症的妈，他爸去世后，他妈就跟他到深圳住，孩子小，老妈老年痴呆，保姆不好找，他前妻不堪重负，他前妻也是事业有成的女人，不愿再为七木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前程，所以两人分手。我现在明白七木为什么那么着急找人结婚的原因了，家里有个老娘需要人管呐。何敏红简直就是七木的绝配，一单纯文青还年轻，自以为很道德，他这种人在社会上随便混几年，三言两语就能跟灌了迷魂汤似的，让他心甘情愿为了爱情做牛做马，他还自以为修成了正果，成了真圣母。二，何敏红的父母都是富裕省份事业单位工作的，收入稳定，不需要靠他，甚至还能资助他。朱姐能不知道这一茬？老娘是他的，想接来身边孝敬也是他，可实施孝敬这种事儿却扔给妻子，这七木够恶心的。朱经理，今天饭菜还不错，我给你打了一份。谢谢。虽说得尊重成年人的个人选择，问题是何敏红这算是个人选择吗？是不是被蒙蔽的成分更大一些？我们要不要提醒他？这张照片上冒出来的是什么呀？是干扰还是别的呀？子瑶，啊，把你的照片拿过来看一下。来了，肖师傅。不是吧？难道还有新的发现？想得美！你的也拿过来比较一下。哎，于淼森，你来一趟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先查资料吧，看看别人有没有从类似的实验中看到过这种异常，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。不着急，上一周我们太累了，劳逸结合，先吃饭吧。嗯。这饭菜都凉了，咱们还是别吃冷饭，我热热吧。大家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我是真觉得何明红可能是中了那个七木的圈套，需要我们旁观者提醒一下。提醒吧，就凭何明红那拎不清的性子，必定认为我们棒打鸳鸯，存心不良。再说，我和朱姐提醒他多了，可他领情了吗？他恐怕更计较我们态度不良好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对了。我感觉何敏红今天似乎不愿跟我对眼神，还找借口不跟我一个电梯下楼。如果七木是存心打算控制一个老婆给他做管家婆，那么首先得切断被控制人的朋友圈，造成一个世人皆离弃我，唯七木不离不弃的假象，令何敏红死心塌地。另外，何敏红身边众叛亲离，也省得有人拯救何敏红。那么即使你没得罪何敏红，七木如果有心必然会挑拨一二。不过我可能又把人心想得太黑暗了。七木这个人太精明，想事情总是下棋看三步，我们以前都喊他小京豆，他要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人，我也不会总是习惯性的猜测他的心理动机了。姐姐，
阿初，我记得何敏红家每个礼拜都会寄吃的过来，你们客厅里每天都放着个快递箱，要不晚上你们回家摘了寄件人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给何敏红妈妈打个电话吧。就算是违背何敏红的意愿，总归我跟她不住在一个屋，不用怎么看她黑脸。我发快递单照片给你，她这阵子不正常，我一直担心她做出些什么出格的，所以留底了。珍珍，为你好这种事儿得慎重，万一在你眼里她是受骗，可实际上她反而更适应有人管着有人担着的生活呢。也很有可能何敏红是真的与七木看对眼，而不是七木设计何敏红呢。别人我不敢保证，何敏红脑回路跟我们都不一样，弄不好还真有可能。确实啊，都有道理啊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五分钟后，楼下有你的一个快件。我查看了一下行程表，有那么三天我可能忙得连给你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不能陪你的时候，我依然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，有音乐，有光影，有好梦。喂，朱经理，505客人已经回来了，五楼领班已经跟过去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准备好水果、鲜花、卡片，让23楼领班立刻去送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505客房，准备水果和鲜花。你好。好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你好，张女士，我是酒店房屋部经理朱哲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首先，我只要求换个房间。另外啊，我在预定的时候明明有备注好，我想要一个能够晒得到太阳的无烟房，为什么现在给我一个朝北的房间，还是一个非无烟房？不好意思，张女士，您看给您换23楼朝南无烟房怎么样？我给您找一些照片。这是2315房间的照片，您过目一下。无烟楼层就好。好，谢谢您的确认。那您收拾好行李，我叫行李员马上上来。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张女士，我们在安排房间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给您添了麻烦。酒店决定给您升级客房，并赠送 VIP 待遇，感谢您入住酒店。既然大经理亲自过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好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谢谢您的理解，那您休息一下，我马上办理换房间。祝您住得愉快。
通知23楼，马上把刚取的东西送到2315，然后把2315的状态改成报销。好。那张女士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好。上周共计10次投诉，倒是凑足了10全10美啊。朱经理，你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处理了一起投诉，所以来晚了。怎么回事？正好拿来大家现场分析一下。啊，505的客人张女士，在一个月前就预定了一个高层无烟房。但是在今天办理入住的时候，前台给了他一个低层非无烟房，张女士要求换房，但前台说没房间，请等待。于是张女士找到了客房服务员撒气，房务部查询了预定，发现同档次高层无烟房有很多空房，于是发函提醒了前厅，务必要重视张女士的投诉。但等张女士下午回来的时候，前台还是那句话，没房间，请等待。张女士回到酒店，发现没有换房，非常生气，又找到了服务员。正好我在查房，就赶去处理。我安抚了张女士以后，暂时把2315这个房间改为维修房，让张女士搬了进去。我的处理结果是房间升级，暂时 VIP 待遇，因为要赶来开会，还没来得及汇报。前厅部怎么说？是这样。前台汇报，今天确实是有几间高层的无烟房，但是明后两天有团队预定了不少的高层无烟房，而且他们是我们的签约客户，所以前台难免就在排房的时候有了一些侧重。在我赶来开会之前，同档次高层无烟房有37间空房，预定29间，其中包括那个旅游团，即使我们留出3间以备有客人续住，还有5间空房。这样算下来，后天会有7间空房，原505限2315的客人也在后天退房。是这样吗？朱经理，你对前台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熟悉啊。全面深入了解入住预定所有客人动态，提前做好房间准备工作和跟进服务，细化 VIP 客人的特色服务，精准控制水果鲜花采购，降低序号，压缩成本，这是我们房务部经理的职责所在，不值一提。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有高层无烟房，而且客人再三请求，房务部也发函说明利害，但前台还是扣着房间不放，非要逼着这位体面的张女士上午下午2次在走廊里怒骂。而且据我所知，张女士所在的公司每年房间需求量可不小，他们公司就在我们酒店附近，是我们酒店的意向客户啊。上周10起投诉，餐饮与前厅平分秋色呀。本酒店前厅作为后起之秀，投诉比例倒是破了酒店的先例。今天的例会，我们索性剖析到底，把张女士的投诉及处理分析吃透，好好的补一补酒店的基础服务课。朱哲，你行啊，你真了不起。前厅才了不起呢。你怎么那么乐意玩命去剥前厅的皮呢？我可……你好，能帮我们拍张照吗？当然可以。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您看一下怎么样？啊，可以可以，谢谢。祝你们入住愉快啊！谢谢。
我可没玩命啊，我发誓。你呀，就属于那种，桥头有人找死，你助人为乐，上去哐给人一脚那种。日行一善嘛。你等着，不就是一些什么住房补贴吗？下个月工资单上结。你也知道，我就这点追求。你走路看着点儿，毛毛躁躁的，那上面撞了客人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。没事，轮椅去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勋老婆造谣的威力不小，现在大家对我和当年李勋的纠葛有好多风言风语。我今天在内网上已经把当年的事情都发上去了，表面上看大家还挺同情、挺理解的，但你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？我现在强烈的需求姐妹们的抱抱和支持。